本来对于拉扇馆我真的不感兴趣，感觉没啥好玩的。一开始那个女人还嗨，是很正常的，谢谢女王今天招待我，感觉有点像美颜过的刘亦菲，少了点仙气。然后，那个女人就慢慢失控了。哦，刘昊然，然而我刚刚才知道她叫刘昊然，她的纹身都有哎，渣男。啊，真的做得好细致哦，颈纹都有。谁是你的小公主？果然不是你。妈妈，嗨，欢迎来中国，就很接地气啊。变色，然后现在去，哦，嗨，嗨，都是因为你，数学考的不好。给他看一下，这是最新的手机 ，OK？ 你看看你现在新手机都出成什么样子了。虽然不怪你，但咱就是说你心里要有点数。嬛嬛，那个女人已经彻底沦陷了。嬛嬛，手都冻坏了，看到没有？嗨，小嫂。所以我胡歌呢？这是我的场子了。这个真的不太像。乔治·克鲁尼。Bingo， 摸一下什么尺寸？你这样真的好吗？哦，它是真的好好看。果然，男人跟女人都喜欢看美女。Bye。